哈喽啊。对二，对二，你怎么天加五一期间天天直播吗？我不五一我也直播呀。那你好勤劳啊，我去。还好吧。对吧？明天要上课了啊！好的呀，好的呀。我能问一句吗？就是这个里边有超过22岁的吗？这个人我不认识，不是这个字儿我不认识。马上23了，23你有事儿吗？如果你没有事儿的话，我等会儿啊，我叫饮料瓶。你有事儿吗？这个人叫饮料瓶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就是你无聊吗？你会写作业或者是工作吗？这有个27的，这个27的，你有事儿吗？你是不写作业，你没有作业。这个叫什么 MY 凡的，你有事儿吗？你会上班吗？你需要上班吗？我得打儿子。那你确实有事儿。我没事，你有什么好，那就是你了。这个叫二爷的，帮个忙啊，就是如果一会儿有人过，有个未成，你帮我看着点，有未成年刷礼物，你就直接给我踢出去。好，帮个忙。好，那个叫什么烦的比较闲啊，你也来帮忙吧，谢谢你啊，感谢。OK， 俩够了吧，俩够了吧，俩应该够了。好了，你看见啊，你看见谁才是未成年啊，在我这儿刷礼物你就给他踢出去。然后如果他不是，他是未成年，如果他要是
感觉还要刷他，就是像那种他看直播然后又纠结写作业这种，只要他纠结就给他踢出去。你看，就像刚才那个作业还没写完呢，就可以直接给他踢出去，等他写完作业再让他看。没有，主要是未成年送礼物是真的没有必要，知道吗？而且你为什么要送呢？对不对？你可以以后花钱来听我们说相声啊，也没有必要送啊。而且还有一个原因，如果我会被举报的，我真的会被举报的。今天怎么这么晚？今天饿得晚。今天不吃水果吗？怎么可能不吃水果？第四季，这是第四季。不讲了，不讲了。昨天爱迪生都给我托梦了，说他有点不开心了，他都想让我下去陪他了。辣不辣？不辣，因为我没有叫特辣的。这个眼睛怎么这么歪呢？还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啊？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歪就歪了吧。
然人长得就歪。为什么你吃饭我长肉？因为被你吸收了呗。榜六未成年，把他给我踢出去。我看一下啊，不行，我踢不出去他，我刚才设置的那俩人呢，能给我踢出去吗？把他，我只能给他禁言。榜六写年纪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说是未成年。看一下。哎，我怎么找不着他了？现在是榜八呀。好像刚才就是他耶。那就给他踢出去吧。
他才十三，那就都踢出去，踢出去。你要是再不出去，我就给他拉黑，我就让他看不见我。未成年可以看直播，但是未成年不能刷礼物，所以说谁刷礼物只要是未成年都给他踢出去。吃的好香，因为螺蛳粉真的很好吃啊。有人不喜欢吃螺蛳粉吗？把那个几个不吃螺蛳粉的也踢出去。我这个直播间不允许。这个东西就跟臭豆腐是一样的，还有臭鳜鱼、臭黄鱼。为啥踢未成年？因为那些未成年他不好好看直播，他要送礼物，所以就给他踢出去了。你说他要好好看直播，安安静静的刷个弹幕多好啊，非要送点礼物，不得踢出去吗？我这个眼睛会怎么会这么歪呢？喜欢吃臭豆腐吗？喜欢呀。其实臭豆腐一般，我还没有那么喜欢臭豆腐，但我喜欢螺蛳粉、臭鳜鱼。是不是好多了？是小龙人那集吗？不是，是第四季最后一集，那个说他们的回忆。
没有，齐白石不是串烤虾，齐白石捞虾的，去祈祷街烤的。这点我们当年的事情你们记得不清楚是吗？不会弄脏衣服吗？那就再洗呗。大晚上这样不好吧？这样还好吧？鼻炎可难受了，这个真的需要养一养吧。以前我弟是鼻窦炎，然后每天他都很难受。看你东西，我要是胖了就怪你，那你就胖呗，那你就怪呗。看的啥？看的《爱情公寓》啊。眼镜有链接吗？没有链接，这是我在店里买的，去哈尔滨的时候，哈尔滨眼镜城买的。吃的啥呀？吃的螺蛳粉儿。爱迪生想发明电灯，先后用了6000多种材料，试验了7000多次才是真的吗？不是，没有那么多次，你听他瞎吹。当时他发明的时候，我们在宿舍的时候看着他来着。
就是掰折了，我感觉也要掰折，所以不掰了。可以报考京韵大鼓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因为鼻炎整天睡不着觉，对呀，鼻炎很痛苦的，贼痛苦。哎，不对，我不应该扒芒果吗？我为什么在削芒果呢？啊，好智障啊我！哦，我发现吃这个东西好麻烦。吃个芒果像蒙古人吃肉似的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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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你看啥呢？看《爱情公寓》呢？啊！发现我已经半天没说话了。芒果不过敏了，已经很久不过敏了。自从那一次过敏之后，就再不过敏，好像有抗体了。眼睛歪了，已经歪半天了，没事儿，我整个人都是歪的。这是他最近新开发的跨界项目，计算机文学修养。不过他只负责理论部分，我得帮他证明，他布置的作业人类的确能够做得出来。可你不算典型的人类啊，要不你先给我玩会儿，等他回来再假装用功，怎么样？好主意。我这肯花时间了，我们也可以玩简单的，曼特斯。Stop.
啊，好难呐，吃这个东西。不吃了，弄一手。我还没想好呢，这是纯中华体育局，乐观了。来，哟，今天好绿啊！为什么要说好绿，说好亮不好吗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这不证明一下我不是色盲吗？为什么要说绿呢？不绿吗？今天好清啊。对，这叫清凉一下。等一会儿，我去洗个手啊。你的芒果呢？什么？芒果呢？我以为你吃完了呢，这么快。不吃了，吃一手。他们说在吃芒果。这玩意儿得在厨房，然后弄完之后再拿过来吃。啊。他这是坐在哪里啊？坐在地上吗？阳台呀、啊，嗯，是的呢。是的呢，现在有 ID 地址显示地址了，真的不好，跑就上哪儿都会被大家知道。我没开美颜啊，我还是以前那样，可能是个灯光的问题吧，这儿有个直打的灯光跟角度的问题。看看我今天这个好看吗？洋洋他媳妇儿能看清吗？这不是我们家，这是在邻居家。啊，你不在家吗？不在家。啊。看我今天去纹了个身。因为点啥呢？前两天纹的，今天上完色了，什么都弄好了。纹的啥呀？蝴蝶。啥？蝴蝶。哦，差点答应一声。纹的啥呀？蝶啊？滚！我说这现在纹个身这么……好好。打死你，是蝴蝶。好吧。纹个张艺兴，纹个张艺兴也不错，其实。哎。不是龙，是蝴蝶。对，是蝶。滚。说的多清楚，蝶，蝴蝶。叫你蝶干啥嘞？哎，刚吃完芒果。是包围。哎呀，对面是谁？张艺兴他老婆，你们不认识吗？对，是官方认证的张艺兴他老婆。对，李小葵他们家官方认证的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真的假的？这还用问吗？这当然是假的了。当然是真的。哎呀，你这个脑子。是真的，我的天哪，你这个人居然还怀疑，真的啊。但是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变心了。为什么？看见了谁？昨天白天早晨就开始看那个王后余生，请多指教，一直看到凌晨三点，连着看完了，就中间都没歇，连着看完了。那么请问是谁演的？肖战。你直接说肖战不就行了吗？我的天哪，他在那里面真的是甜死我了。哎，肖战太帅了。我还是喜欢易烊千玺。我
我不行，但是我虽然差一点变心，但是我最后收住了，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心动。我发现我还是爱我老公的。哎，谢谢李小辉。我也。哎。我是爱张艺兴的，张艺兴最帅，你老公不帅，杨洋一点都不帅。杨洋是谁？杨洋是杨洋他媳妇儿的老公。啊啊！是我想象那个杨洋吗？是你想象的那个杨洋。啊，是军队那个。那杨洋是对第一一定是张艺兴，第一一定是张艺兴，谁敢谁也不能跟我抢。杨洋都不知道，不是，主要是我们认识的杨洋有点多，我们得确定是哪个杨洋。你要说杨洋，杨洋，哎呀。张艺兴第一帅，肖战第二帅，杨洋可以让他马天宇第三帅，杨洋第四帅吧。对，喜羊羊第四帅，都听见了吗？哎，喜羊羊，先来半杯小鸟伏特加，再来半杯，就这么点儿。他还没生呢，你没看还扶着腰呢。啊？别人问，这有问梅梅生完了，我说没呢，你没看扶着腰呢。对呀、啊，这不还挺着呢吗？哎呀，星星啊！没有关系，我现在有肖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有点想把张艺兴让给你了。肖战星星啊！你这个绿茶，太绿了你。谁的呀？可能是肖战的，也可能是张艺兴的。别问啊，这事儿别问。李小葵的。问他们俩就打架，别问啊。问就是李小葵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怎么能不承认呢？你怎么了？你傍上高的了，你不要他了。哎，看，不喝了。嫂子，我给梅梅刷礼物，她把我拉黑了。你把她拉黑了？因为她是个未成年。哦，拉得好。哎。不知道人家是个未成年，不管，反正只要看见那个名字不够岁数就给他拉黑。就是拉的好吗？你去学车了吗？没有啊，他们休息啊。哦，那停了吗？因为那个什么？什么呀？疫情啊？因为小口罩，它停了吗？没有啊。这我不知道啊，我问郭叔是让我8号去还是4号去来着？我一会儿再看看吧。你怎么叫人郭叔呢？大猪蹄子，谁是大猪蹄子丫头？你怎么叫人郭叔呢？啊，郭哥。那你叫他郭叔，你是不是得叫我婶儿啊？叫我阿姨。没事，咱单领。叫婶儿吧。我不知道，我一直叫的是叔。叫干妈也行。哎，科一过了吗？科一过了，科一过了。我不介意，你叫什么我都不介意。科一。行了，我老。科二呢？科二还没学呢，科二还没学呢。对他科二过不了，他科二怎么着得考5回。科二我。科二，我告诉你，科二你哪会掉一回哈？你倒车入库第一次倒车入库掉一回，第二次侧方停车掉一回，第三次，现在还有半坡起步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还不知道。半坡起步掉一回，曲线拐弯再掉一回，一共掉4回了，以后第5回你就过了。我怎么这么废物呢？啊，人叫坡起。坡起有还有坡起哈，因为我学的时候有坡起，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坡起了。嗯。
那你就钓四回，钓四回以后第五回就过了。然后你曲线拐弯压线，半坡起步熄火，然后倒车入库，然后压也是压线吧，然后侧方停车也压线。算了吧，感觉好难呐。然后你科三考六回，然后你就过了。然后你灯光先掉一回，安全带掉一回，然后手刹掉一回。安全带我为什么会掉一回呢？记错了，就忘记安全带，忘记系安全带，然后掉一回。我没开过车，我还没坐过车吗？你上车，你考试你紧张了，你就忘系安全带了，掉一回。灯光你打错了，掉一回。然后忘松手刹，掉一回。那个，我先给你复述一遍啊。上车前先看左右后面，然后呢系安全带。这是安全驾驶守则。可是你一上车你会忘记的，你考试你紧张你就忘记了，你就要掉。然后你掉呢，你灯光远近光那个的时候掉吧，然后你就是远光近光，你因为你近视眼嘛，你就看不清，你就我也能戴眼镜，然后你就掉了。这灯光我确实。然后你安全带怎么掉呢？你并不是忘记了，而是你系副驾驶了，你一使劲拉大了，哎，扣副驾驶上了。然后我替教练系的。我跟教练说，那个你还没记，我替你记。然后你科三你得掉六回，第六回你过行，掉五回第六回你过。然后你等走到路上，让人一别车，哎，别着把你给别熄火了。那个嫂子就五回啊，五回就重考，没有那么多。啊，那你就掉五回吧，你第五回过，你一定要卡着最后那个档过，要不然你得花钱。哎，气死我了。啊，是哦，对，是要花钱。那科一需要花钱吗？科一不用啊。啊，是吗？我一直以为科一要花钱的呢。你科一，你考这么多回，你花钱了吗？没人找我要啊。你上那个驾考宝典上面有一个，哎，还是那个叫什么？有一个那个，就是说可能有考试费。他告诉我考试费什么的，可以回头领证的时候再交。不用那么。那也行，反正一次10块钱，好像是。对啊，科一要花钱啊，要花钱。那我应该花了，是20还是10块来着？反正你得花三次的钱。哦，那我就得交多少？20你就花60。得30呢。回头领证又交8000多，对对对。领证为什么要交8000多？我想知道。因为你重考的太多了，然后考到这一次考试 pass 掉，然后你重新再报名。没有，我还以为我作弊让人发现了呢，8000多。你重考考到然后什么的？你还别说，如果我要算了，别说作弊，说作弊有点不好。然后你科目四考几回呢？科目四怎么着得4回以上吧，因为科目一都3回。哎呀，主要是每回考失败了，我都不想考了，我都想这辈子都不想开车。哦，对，这有个更狠的，这有说把驾校的车撞坏了修车，这是杨洋的媳妇儿说的。哦，对，有这个可能哦，你一紧张然后撞坏了，然后就得给人修车。你咋不说我给人撞报废了呢？2万。他又说把教练的脚压了，哎，教练骨折，我把新东方给炸了。这都是杨洋他媳妇儿说的。我把东方驾校炸了，好不好？那你没那本事，你最多撞人一下。我把人栏杆咵全给怼倒。不能，你最多是追个尾，也有可能你是2车3车追尾，不是追一个，你可能撞着这个，嘟嘟嘟，你刹不住车。哦，那我直接开出去好不好呢？我直接开出去撞别的车，撞私家车。那不行，撞私家车赔的太多了，也有可能得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没有，我就逮着劳斯莱斯。玛莎拉蒂。
玛莎拉蒂不贵，就劳斯莱斯、宾利、阿斯顿马丁，你都撞一遍。哎，我就直接下辈子有吃有喝了，我就直接进监狱了。这是美好的人生啊！忽然间好开心，为什么想到这么多开心、啊？突然感觉啊，好像，感觉也行，我不用再奋斗了。对，油门当刹车了，对。哎，我并不是有意出卖你，并不是我出席出卖你，而是我要让他知道我很诚实的，是我说的就是我说的。没事没事，考个驾照。都当是你说的，这不是倾家荡产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洋洋他媳妇儿，这倾家荡产都解决不了的，这叫什么？什么破人是破财免灾，他是破财要命，命也得搭上去。不能不能，我顶多在监狱里边躺个后半生。洋洋他媳妇儿，我不念你的名字，你谢谢我，不用谢我。我为什么要念你名字呢？就是因为想念，就是你，要不然你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，所以我就告诉你我在跟谁说话。行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回都明白了。我多缺德，洋洋他媳妇儿，我不缺德，我这都是跟他们学的，我多好啊，是吧，洋洋他媳妇儿？拐弯猛刹车翻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拐弯猛刹车翻了。我因为没酒量。啥？你爱李亮的，你可以爱他，我送给你了。需要过户吗？过户我可以给你过个户，写个抵押合同，抵押给你。哇，那你们这挺好啊，你们的关系。可以啊，我也可以抵押给你啊，你要吗？不要。啊，张雨欣。都可以，张雨欣我也可以抵押给你。我最近才发现，那。挺香的，那么多香香的小帅哥，他竟然能站起来，心有一人，你就是觉得他是瘫了吗？他站不起来。可以送给你了。那个心有一人可能觉得他瘫痪了。你一直这么认为的，他天天坐那，一个个比我都欠儿，居然腿还好使，什么牌子都不是，网上几十块钱买的，就是玩儿，啥意思？这什么什么苏黎世的，看的太快了，哎呦，太快了，看不清了，理理你，朵拉。是吗？这个英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翻一点。你生气去了，不和我聊了。你为什么要生气去呢？你为什么要生气去？你有什么脸生气？那些话是不是你说的？你还有脸生气？理理你秦小贤，秦小贤的媳妇儿。啊？我给你，我都说抵押给你啦，我都说可以给你过户啊，还不给你啊？我已经十分钟没有看见了你的柠檬丫头，哎妈呀，你咋来了？快来，你看这谁？哎呀，看一下。哦，没。哎，快点快点，我洋洋的媳妇儿张潇婷啊，我快来，往中间点，快点。你干嘛呢？张潇婷，我穿校服了，现在。快看一下张潇婷，张红潘。来，我爸一直在催我考驾照，看我眼十八什么。满十八没几天哦，赶紧考去哈。张潇婷就一直安利的啊，来了啊，德云社张潇婷，在他们家呢。哦，在我们家。哎，你是搬家了吗？没有，在老家呢，现在。哦，对对，你们回老家了，我忘了。来吗？哟，谢谢您，南阳的媳妇儿。我有点不信呢。你可以信，他关注你了，他什么都关注你了，这是我第一个案例。哦，得了，您好您好您好。对对对，张潇婷。谢谢小梅。小梅来吗您？我上哪去？我不能来。
他驾照都没考出来，他怎么有脸？你考出来了，我说一过，我驾照没考完，我凭什么没有脸？可是怎么过的呀？我也想，我都没有办法嘲笑他了。哎呀，哥，你把嫂子叫来。你科一考几次？我科一考一次，九十五，我当时。闭嘴！听见？没听见？哎，好，你这个睡裤有点太厚了，兄弟哈。不管，听不见，什么都听不见。考三次。四次，第四次过了哈。第五次吧，应该。第四次过了。他不敢说我的要走什么玩意儿。我都没法嘲笑他了，他过了以后，我都心想说怎么着考个七八次，我能笑他一段时间。他肯定这回花钱了。行了，一次过的都别说话，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安利的很好？哟，谢谢您，谢谢哈。可以关注我，我抖音叫什么来着？我忘了。对，我看一眼。你赶紧抖音。什么呀？我抖音叫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抖音，我看叫什么呀？张潇霆吧。叫德云社张潇霆吧，还是叫张潇霆？看一眼，我真忘了。我抖音我叫什么来着？这是我闺蜜，老闺蜜了，这都是老铁闺蜜啊。这是她老闺了。不是姐们，我这个。咋了？哦，德云社张潇霆，哎，对，谢谢您，杨洋的媳妇儿，哎呦，谢谢。对，德云社张潇霆啊，关注一下。哎，对，可以关注一下我哈，谢谢大家哈。他是李小葵媳妇儿的老闺蜜。蜜，去你！闺蜜，这是我家闺蜜。不能大喘气啊！我这个衣服是有点褶皱哈，其实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一个字母哈。啊，我以为是盖儿在前面呢。你才王八呢！啊，不是老闺蜜吗？去你的吧！小梅，没事过来玩哈。你让他来玩什么？他也没有脸。科目一考四次人，他有脸玩？考五人考五次。科目二他得考五次，科目三考六次，科目四考八次。过不了。对面两只乌龟在念经。对面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哟，谢谢大家。我不是刚给的字儿，我是2019年年底给的字儿。哦，不是2019年年初。对，2019年啊，他还没有拜师，他早晚拜不上。梅迎飞，我告诉你师哥哈，你现在是我师哥梅迎飞。梅迎飞拜完师了。梅迎飞了，师哥。哎，兄弟，梅迎飞拜完师了。哦，哥，我错了。他不能喝，他叫不能喝。我知道不能喝。谢谢您哈。哎呀，看见了吗？对面那个人啊，对面那个人叫德云社张潇霆，他没拜师呢，他叫没酒量，没有酒量。哦、记住他啊，叫德云社张潇霆，没有拜师。哎，真惨呐！是。我家人说一点也不难一次过。哎呦，谢谢您哈。给了这么早的字儿，居然还没有拜。哟，小梅。人家没拜师怎么了？没拜师，人家科目一也考一遍过，人也没考四遍。没事，反正这次没拜成，下次万一也拜不成呢？多谢你了。其实这个有点这个马赛克不能再说了。老师，您在几队？我在九队。对，他在九队。他在我们老大那一队，哎呀，但是他没有拜师。但是人家一遍过科目一啊，人家有驾证啊。对对对，驾照考不下来的人呢。啊，对对对对啊，对对对。人有驾证啊。好饭别聊了哈，各位啊，听你们聊了。哦，对，老二一起的，对对对对对。你们辈分好混乱，能他是个捧哏的啊，都记住他，记住他。小梅就是小梅。听说最近要转行逗哏呢？谁呀？你啊？你捧哏嘛？你给我捧，我就逗。哎，好嘞！我这就联系老大去，我看看能不能去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
人家学历应该比你高啊，他学历可没有我高。咱们打公式哈、哎可真比你高啊！你都没上过学，你十一岁就上传习生，你有学历吗？再怎么也比你高啊！嫂子，我有头发，头发在这儿。嫂子，我有大学毕业证书。那不是也是假？花了400、430还是400？就四百，找了个办证的，然后给出了一个。400。那我也是大学毕业。我硕士，我也找个办证的办一个。哎呀！我真有证，真有证。400块钱花个找个办证的，刻了一个，买了一个证。小梅，你特冷是吗？不冷、啊。他是虚，他虚。你才虚。他吃中药，他也虚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了？你少说话吧。他是我，我有点把我把李耀奎送给他了，你忘了，所以我知道他的事儿。啊，我不要。他跟李耀奎，他现在怀孕了，是李耀奎的。哦，我说开我车，车上那么多药呢。怀的是肖战的。梅梅是对那个什么梅莹飞，25岁，毕业于苏黎世联邦。哎呀。看不懂，他那太长了。小梅都不信，什么呀？太长了。他说你毕业于苏联是什么世家？不是，我再念一遍哈。他说你25岁，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大邦理工大学。联邦理工大学，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。那个校友是那个爱迪生周丹童、嗯，然后跟那个爱因斯坦，我们都是小学同学。哦，梅老师您，我突然间想挂了，咱不连麦了行吗？哎，你的同学不是张潇霆、李耀奎，还有谁学历低、啊？没有，怎么聊天呢？你怎么没有，不可能，我们不认识，怎么？上小菊、刘耀廷，那我高贝，这不是你同学吗？我那些个室友真的是，个个不是发明电灯泡，就是发明了量子力学。真不要脸！不是，咱不要聊这个比较关于发明的问题了。我真的，你看他不懂了，你看他不懂了。我不爱聊，不爱聊，不爱聊。我就这个颜值的问题其实还可以啊，我发量其实还行，是吗？没？可以，确实挺好。嗯，得嘞，谢谢你。你问问对，一看长得就老实。嗯。哎呦，他出生了吗？小梅出生了。他现在是木乃伊性质的，他现在都已经好几百岁了。帅哥真帅气，哟，谢谢您哈。我亮亮呢？哦，你亮亮喝多了。老齐。真的假的？真。梅梅还说齐白石画瞎是因为他瞎，他什么来着？这是什么表情？哥的心花多高，我的妈！怎么了，齐白？咱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叶女士，我爱你帅气哦，谢谢你。才几点就喝多了，他早就喝多了。这挺无聊的，开始接力灌口了吗？不是，他们在接力绕口令。嗯。齐白石一只虾200万。你我给你两只虾。单只虾的很少哈，他基本上是，应该是6还是80。我不知道，我们也。他不给你送了一副吗？齐白的虾。7只虾啊，7只虾。是我们结婚你给我不是上次你送的那个吗？那是个虾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没打开。那就是齐白的虾呀。哦。龙腾四海，他们也是龙腾四海，寓意比较好哈，没有一只的虾哈。梅梅和酒。他是合一只虾200万，可能6只虾人一共就是1200万，他是一只虾。对，回头把那个账结一下。齐白石画虾，徐悲鸿画马，梅酒红。对，没有人确实画饼，他这个饼还画不好。还有谁？我给你们画4只虾。哎呦，谢谢您，这个梅酒量画虾是4只是2块。什么时候拜师？你别问这么扎心的问题，好吗？能拜不都拜了吗？张艺兴的老婆，好家伙，没有张艺兴的老婆。我。
哦，张艺兴老婆叫叶丽，抖音可以关注一下哈。二姐，你来了，你画个圆儿，哎，可以，好嘞，谢谢您哈。怎么人气越来越少？刚才我来那会儿还67呢，啊、哦，70了，行。你们走，手机倒了，手机倒了。这不是因为你在这儿吗？所以人气就少了。手机不是人气旺，就是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现在刚才66，现在70，多了4个，谢谢您哈。谢谢您，没赢飞，没酒量，哎，好，好，关注了，好，谢谢您。我画个睡莲，睡莲可不好画。去睡觉了，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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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。拜拜。问梅梅在蹦迪。他挑拨离间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恨他。你走了，我也想下了，咱下了。哦，得嘞，行，你们聊哈，拜拜。对面的人是谁？对面的人叫张飘婷，这个人叫张飘婷。张飘婷，点点关注啊。可以关注我，比个心。我的师弟，虽然他还没有拜呢啊，但是也快了，谢谢你。哎，好嘞，我先忙了，哥哈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嗯。回头咱们聚啊！我也想下了，回哪的呀？回头聚，你就骗我。回头头回头聚哈！我听不听不听，我已经回头了，看，回头人都没了，臭不要脸！我也想下了，小梅你还播吗？我再等一会儿。好，我要下了。拜拜。挂了吧，先挂了吧。OK。张潇婷啊，对，张潇婷，你整天太不健康了，吃的都是不健康的，喝饮料。哇塞，我昨儿自己做的饭。哦，你是想夸你自己健康了是吗？回见吧。你刚来啊，西北，先挂了吧，先给小梅挂，我不会挂，小梅你挂吧，拜拜。宫廷玉液酒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，瞧我这张嘴。瞧我这张嘴，我要是沙嘴，我是个棒槌。下次科一肯定过，不生气了啊！我已经过了，你在乎在乎我好不好？求你了。去练科目二了吗？还没呢，这不是人家放假了吗？这不是五一了吗？科目一。祝您科目二一次过，哎，太好了，太谢谢你了，这是个好人呐。要不要我拆下来给你看？眼睛歪得更厉害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呢？我的脸是歪的呢。嗯。噔噔噔噔噔，去新东方做饭，不想去了，不想去了。主要新东方招桃花啊，新东方的桃花太多了。旁边的锤子是怎么回事？我开椰子用的。Hello，Hello 啊，Hello。
蓝翔也不行，蓝翔买不起挖掘机。哦，对，蓝翔现在好多好多业务了，蓝翔现在都已经有黑客了。你嫂子说的都是假的，他一直都是那么骗人的，他一直就是老骗人。你怎么那么多椰子？因为我买的椰子多呀。妹妹，我没有剪视频的素材了，咱不能信他。嗯，放心，我一回都没信过他。衬衫有链接吗？我还真没有链接。哎，这个范儿是不是特地道？来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特别地道，地道。那叫一个地道。嗯，你是山东人的？谁说的？河南人也这样。那裤子不热吗？这不是在阳台呢吗？就差个碗了。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你。哎，你们有没有那种？我还会村口老大爷吃饭呢。好比方说啊，端个碗。好比方说啊，这个手里拿的是馒头，然后就这么端碗，然后这么吃，夹一口菜，然后拽一口馒头，夹菜拽馒头，夹菜拽馒头，然后这个姿势端，我感觉好神奇。小时候我不会，因为我小时候手小，端不下去。你说小时候手小端不了，像我三爸，像不像？像不像三爸？眼睛怎么歪了？眼睛一直是歪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歪了。我觉得我好像得去眼镜店矫正一下了。我的妈呀！嗯，好像好了。OK。拜完了，再侮辱三爸打你，好嘞，对不起。你们捞虾掉水里是乐迪救的你吗？并不是，那个时候乐迪还没有出生呢，因为那一年我们捞虾的时候掉水里，是瓦特救了我们。知道瓦特是怎么救的我们吗？刮胡子了吗？没有啊，今天没有刮胡子，我都已经两天没刮胡子了。瓦特是谁？我的妈呀！你们不知道瓦特是谁吗？不是用蒸汽机救的，那个时候他还没发明出来蒸汽机呢。不是，那年呢，我们捞虾的时候掉水里啊，他着急，
他就搬了四堆柴火，然后看那么大松花江，他就抱了一堆柴火。然后他小时候啊，老是学那些科学，学完了之后呢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个水呀、啊，被温度蒸发，它会变成。会变成水蒸气。哎，梅哥，哎，别，你等会儿啊，你先让我给他们上完课。那个，变了水蒸气之后呢，哎，就蒸发了，水呢就不见了。哎，他就抱了四堆柴火到了松花江旁边，他就把那个水啊都给烧干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被救出来了。这就是当年瓦特救我们的事儿。在说啥呢？在诈骗人呢。对面是谁？对面是我的一朋友，对面是跳舞的，然后对，他是跳舞的，然后长得贼像高小贝，然后还有点些许的像关九海。他们都说我像你，梅哥。不可能，你没有那么丑。不你几点起的？12点吧。12点。嗯。你今天去驾校吗？这两天人家放假了。那么早起，他们不是在群里都叫你了，没看着吗？我不想跟他们那么早。你看南哥一直艾特，哎呦我的天！我也看见了。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是爱因斯坦的母校，不是爱迪生的母校。这我也知道，但是我比较尊重爱迪生，所以我就不想拿爱迪生说。嗯，毕竟当年我跟爱迪生关系也不错。他说你昨晚哦，爱因斯坦给你托梦了是吧？不是，哎呀，他挺好的，爱因斯坦当年。当年我们在七道街喝那个啤酒的时候，还贼好这人。真的呀。那是七道街所有的理发店都恨他，知道吗？因为他那个头型可不好弄了。嗯，我觉得南哥应该还在睡觉，今天指定困。哎呀。对面又在胡说，没有，错不出来灰。我感觉你在骗我，不可能，我怎么能骗你呢？我怎么能会骗你呢？你跟爱因斯坦交流有障碍吗？我们小学同学，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，联邦理工大学，对，我们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，我们怎么会有交流有障碍呢？哎呀。当年他们说无障碍交流，无障碍交流。他们说您昨天一直编到下播，是吧？疯了。谁说编的？这都是我们当年的真事儿。哎呀，是他们居然这个问题问的好弱智啊！就是跟那个潘周丹老师，他们都是一个学校的，我知道。啊，对，我们都是同学。对，他们都是同学，就是不是以前天天喝酒嘛，都在一起。我知道。那你看看，当年我们松花江七道街天天喝。说你能去当编导了去，就编他说自己编不下去才，我们下播。我们用什么交流？我们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，我们当然是用外语交流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说英格雷许的。不，英格雷许当年在我们低级的语言，我们一般都是希腊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对，哎呦，跟你说，爱因斯坦说话可好听了。哇，我都信了，我信了。啊，他这说话，我是知道以前，去七道街的时候，说话一累一杯啊。瓦特呢？瓦特那时候还小呢。哎呦，
浩浩说跟他也是校友，哎，他也是在那儿。是吗？嗯。哇，你是不是不是一个系的呀？你们？不是一系的，不是一系的。哦。原来是这样。对对对，我是开瓶系的。没有钱了，没有钱给你整点啊。好说，听希腊语报菜名。哎呀，那希腊语报菜名很简单。对啊，这不是经常以前经常说吗？要练的呀，这是整样稿、整重症、整重点、少发芽、少初级、少则恶。嘿，当初爱因斯坦的口头禅绝对就是他娘。对面喝假酒了。谁说喝假酒？谁说喝假酒？怎么可能喝假酒？我们，我跟爱因斯坦从小就喝，知道吗？这辈子不可能喝，那假酒一闻就能闻出来。真的，谁也没服过谁，真的，谁也没服过谁。嗯，当年爱因斯坦喝七瓶，接着上网吧，还通宵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啊，还通宵呢，到现在他还在酒店里没出来呢。这他妈说的张宇航呗。张宇航，宇航应该起了，应该起了。哎呀，我笑死。哎，可那时候有网吧吗？那时候当然有网吧了，那个时候怎么能会没有网吧呢？梅酒量这个名字名不虚传。那时候绝对有网吧，那个时候都已经有网了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开始联网了吗？尤其是那个，是啊，尤其是当年希特勒那个时候，希特勒拿那个网连上，然后给我们隔离联网。这帮人都没说都是真的，真的。这帮人都不懂联网。哎。嗯。喝二锅头加水喝多了，那个。还在喝呢，你看。爱因斯坦小名叫小花，哎，对，因为爱因斯坦小名叫小花，是因为当初他那个头发老炸了。这头发特别炸了，有点像那种金，就有点像爆米花似的，所以我们就老叫它叫小花。应该是电网吧，反正你们跑出去。哎，当时宇航，你少打一个字，不是宇航，是宇航员。我们当时都一块儿，我们都一块儿的。嗯。对，他那个当初宇航员成立的 NASA 嘛，啊，后来成立的 NASA， 福尔摩斯告诉你跟他拜过把子是真的假的？假的，绝对是假的。因为当初他老想跟我们一起混，但是呢，我们不乐意跟他玩，毕竟嘛，一个写小说的老瞎咧咧，是不是？我们这都是实话实说的人，他老是瞎说，我们就不乐意跟他玩儿。但是我们跟华生的关系还是不错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腿要疼啊，然后手要是戳着了呀，有点小骨折呀，就去找华生看看去。哎，对，他们都，我们都，当初他们学过医生嘛，然后我们就看看，也不要钱，也不要钱，他也不要钱，挺好的人。福尔摩斯就差点了，福尔摩斯他老是一听我们这所有的事儿，然后他就老编我们，老编排我们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主要是梅哥说的太逗了，挺有意思的，真的。就听他们回忆小时候的过去这些种种，就特别有意思。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昨儿我就跟他们回忆了，昨儿我们回忆老校友爱迪生。对啊，
爱迪生救他妈妈，当初那镜子我们举的，真的我们举的，我们都给他举的镜子，救他妈妈的时候我们给举的。相信这篇课文你也看过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看过看。对，回忆小时候你知道。很真实，真的很真实。蜡烛你送的啊？那我还真不知道，那我还真不知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原来你送的蜡烛啊！我们说那天怎么会有个傻子突然来给我们递蜡烛呢？哦，原来就是你啊！哦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看你也是爱迪生他妈的一个恩人，不是他妈妈的恩人呐、啊。咱不能骂街啊！他妈妈的恩人呐、啊。哎呀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，你们要相信，就是。我们昨天晚上都已经回忆过一遍了，今天只是把这些告诉牛顿。牛顿那苹果是真的吗？牛顿那苹果是真的？等会儿啊，没太看清。哎，是真的呀！我牛顿被苹果砸的，牛顿被苹果砸了之后是真的吗？放心，绝对是真的，因为那苹果就是我们扔的。对，然后完了我吃了，刚扔掉。对对对对。还是苹果不是啥？不行，我得上个厕所去了。你去吧，喝假酒了，脸都都疯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梅哥！离离原上谱。也可以啊，昨天都给你听困了，两个都喝假酒。没有啊，咱昨儿也没喝酒啊。认识认识，不说了吗？他俩一起从小长大的。蜜雪蜜都犯了酒精。我都看不下去哎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你们没发现昨天说的跟今天说的都特别那个近嘛，所以说就是都连续下来的，就是要不然也不能那么连贯对吧。和美酒量大的都是假。哎呀天，我就是对对对，你们过去跟梅哥说啊，我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别客气别客气，别谢了别谢了。分享点小知识不叫事儿，别谢了别谢了。嗯，自导自演自编。这不是编的，说的这是真实的事情。那这帮人多过分，他问我认识李白吗？那我怎么能认识呢？那不是唐朝人吗？你说是不是拿我、哎、他老不相信我。那肯定不认识呀，那怎么能认识李白呢？认识吕布吗？那也不认识，也不认识吕布，吕布还真不认识。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呐，真的。对，这都不是一时代的人了。像咱那个时代有谁呢？你柳宗元我就认识了，对不对？柳宗元我就这不就认识了吗？嗯，韩信。韩信倒认识，反正那个游戏里面经常见。对，那字儿，那，哎呀，柳宗元那字儿我认得。
乐疯我了都。那我的妈，好撑啊！美哥、小辉、浩哥，再来一个能臭的麻将桌。对，等南哥或者雨涵臭的打麻将去。哎，梅哥，你今天咋不整椰子了呢？等南哥醒了，完了叫他上他家打麻将去。哦，吃完了，我去，我说还想看一下梅哥拆椰子车呢。再来一个能吹的。那不是，那得让南哥来了。南哥，跟南哥打打麻将，南哥能把我们揍死。看没看着啊？我会啊。一个人是1000吧，已经十分钟没零了，没看着。差点没找着我的牙线。他说开椰子。为啥眼镜要玩？三人四个世纪，你咋认识的？不是，认识一个人非要在世纪上纠结吗？跟世纪有什么关系吗？对不对？想认识这个人，你必定会认识。千山万水，你总能认识的，跟世纪没有关系。哎呀，热疯了！哎呦，为啥还是困呢？我天！啊！我现在已经感觉我有点食困了。我也是，我刚吃了个苹果，我可能又困。哎呀，下一个事情，对面刚吹完就发一下呀。啊？没有吹，不是说了这是真实的事情吗？是吧，你回头问谁都知道，因为雨涵都知道，问南哥也都知道。爱信不信，爱信不信。哎，是真事儿。哎呦，哪还能忽悠你们呢？看戏不会进步。你和他们那么熟，为什么你和他们不一样聪明呢？我不够聪明吗？那当年我们一块玩的时候，那他们发明也有我的一份啊。我只是低调，不愿意缀上我的名字，知道吗？不够聪明，但是就不会玩到一起去啦。哎呦，这问题问的，就是缀上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太长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就是那十几二十来字呢，记都记不出，记都记不下来。哎，因为老得背景，老得缀什么希腊文，有时候还他们还缀法文，我就不乐意缀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老真实了。有时候我那我自己名字我都不想念着呢，名字太长了。哎呦我的天，武则天上朝的时候还递过奏折呢，那你厉害。您的名字有毕加索长吗？呀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当年我们俩比赛来着，哎，
多俩字儿，险胜他啊，险胜，比他多俩字儿。就说要让你说一下毕加索的全名。啊啊啊！忘了吧，就只记得他小名对吧？我也是感觉只记得他小名，小 B 嘛，主要是 B， 老总叫老 B， 叫习惯了。哎，老 B， 老 B， 对。认不认识溥仪？认认识溥仪，当年我们俩是第一批进故宫参观的，我给他买的票嘛。认识认识认识。是啊，那牌匾后面那个有问题，那个还不都是当时梅哥提出来跟溥仪说了，完了之后他才发现了这个问题。哎，这才找了那个这些小事儿都还不记住。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早都忘记了，能回想起来不错了，真的。确定没骂的。王昭君还不认识吗？就那开大那个一圈开大的那个，认识。认识嬴政吗？我配吗？我配吗？我配认识嬴政吗？认识啊，没个咋不认识呢？那、啊、不认识，嬴政不认识啊？不是那个会那个大招是那啥的吗？啊？那大招吗？那游戏里的那大招吗？不行不行，你怎么能把游戏带到现实说呢？现实不认识就真不认识，对不对？对，雷哥不是说可以考不过，就考着玩，就想多去几趟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考过了吗？哎、这你们不懂了，没考过呀、啊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嗯。哎，主要就是想去驾校逛一逛，不是说真的非得想考过。嗯，就是。哎。重在参与嘛，对呀、啊，就重在参与呢。明哥和关注前一起砍树。哎呀，天哪！和光头强一起砍树吗？为什么要跟光头强一起砍树呢？我俩没喝酒，没喝酒啊！哎呦，你不信？对，没喝酒。这不都喝水的吗？这是，看吗？这不都在喝水吗？那这可别学啊，考着考不过就真的考不过。身后哪有乐高，他后边有乐高，我后边没有乐高。那是佩奇吗？你才认识只猪呢。对。身后是拼装玩具吗？是的呀，是拼装的小花啊。啊，不是张宇航。这拼的吗？是的呀。哎呦天，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么看好像还挺好看。嗯，但是我近距离看它挺丑的。是挺好看的，还挺好看的。哎，这是乐高拼的吗？不是乐高啊。不是乐高吧？啊，这个牌子好像不是乐高。挺好看，挺好看。
哦，原来它得加上滤镜才能好看呢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哦，这是哎。小花儿是小花儿。哎呀，乐高有这个花是吗？那它可能是乐高吧，我不认识那个牌子。我看一下那个，应该是乐高盒子。对对，应该是那种乐高的花束。就是那种特别小的一个是吧，那种拼的慢慢拼起来。特别小。那是那是。积木，那有点像积木的那种。啊对，是的。哎，积木，没想，关键它很不像一个，这你说你一朵花放一个包里边不就好了吗？嗯，它不行，它非得把各个零件打散了，然后挨个分。对，就是这样的呀，一包一包。小的呢放小的，大的呢放大的，然后你就按图纸挨个找。好，这给你取了个名，梅哥。梅梅的全名是梅，想象力丰富，胡编乱造，酒量。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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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，你这真实就叫梅，真实酒量，人间真实。我不会评，对，我不会评。哎呦，天哪！拼乐高的乐趣在于找，关键我真的不太想找，那太麻烦了。梅梅和潘周娜的关系如何？这好极了，就我不敢说那个校友，我都是，我们都一块长大的，跟那个爱迪生，我们都一块的，经常到那个松花江旁边去捞鱼去，捞鱼的时候，齐白石在那捞，在那钓鱼，知道吗？他在那当初在那捞虾，为什么他虾画的好呢？我们当初我们老哥几个是不是提供了灵感？哎呦，对，齐白石在那捞虾呢，给了些指导。捞虾的时候，然后毕加索看见了，就说：“哎，这虾真好，我今儿呀想画个虾。”然后齐白石说：“哎，你看看，我也喜欢画画，平常在那个麦地里边啊，这个江旁边，我也喜欢画。”俩人在那比试，那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啊，老毕输了，不如人家老齐，哎，不如人家小齐，岁数小点儿。哎呦，那梅哥表演潘周南。啊？这不就是吗？哎呀。这从小学到大的动作怎么能不会呢？是那为啥爱迪生去世了你没？你这话问的，你这话，哎呀，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还在呢？因为我名字里边有一个少年，对不对？我那五十来个字的名字里边有个少年俩字儿，知道吧？哎呦天哪！和潘周南打过架吗？没打过，没打过，绝对没打过。关系可好了，从小的两个。我们在苏黎世上大学，我们就我们两个中国人，对不对？不打架，不打架。我们，但是跟那个，爱迪生老打，爱因斯坦老劝架，但是呢，他嘴笨，他也不好会劝的，是吧？完了又中国话骂街，他也听不懂，是吧？啊，也就爱因斯坦能听得懂，爱迪生根本听不懂。那边说一句，哎，那尿，爱迪生那边懵了啊！爱迪生那边啥？啊，你那个不行了。哎。但是啊，人家都已经走了，就别老说人家了，人确实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
小新晚上来找你。哎，昨儿已经来过了。来是吧？昨儿来的是吧？昨儿已经来过。哎呀，顺着电灯泡就来找我了。跟我聊，哎呀，说想起小时候的事儿了，说你啥时候来呀，陪陪我。哎，他说他在上帝那边过得太无聊了。然后我就说，主要是游戏也没得玩，麻将也没得打。哎呦，对，可无聊了，真是。因为上帝不会打麻将。哎，不容易啊。对，我这两天正给他联系那个真武大帝呢，我看看真武大帝能不能陪他玩两句。真武大帝那最近缺个灯泡修理工，我打算让他去应聘一下。哎呀，赶紧让他融入他们，要不然这可咋整呢？天天都能梦到。你去联系联系玉皇大帝，你这边开玩笑了。玉皇大帝那是能联系得到的吗？这是。这是有点瞎说话了，哎呦，饿疯我了。哎呦。哎，那时候有南哥了吗？那时候怎么能有南哥呢？那时候怎么可能有南哥呢？猫三狗四。这才多短呢，有不了南哥。这我觉得裴哥，我突然觉得待会南哥会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有。你看浩浩一直都在呢，他不说话。小娟可能也在呢。啊，原来两个墙头早在呀。那不说了，那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太可怕。你看，浩浩说再见再见，他不想再参与其中。哎，啊，南哥来了。呀，还真是，南哥已经开始圈人了。哎呀。待会儿准备下了，我也下了，咱们去玩会儿游戏吧。嗯，不跟他们说了，他们老不相信，真的。跟他们分享点小时候的事儿，老不信。你说你们也？对呀、啊，这都不相信，首当其冲知道是啥意思吧？你的初恋是不是花木兰？我的初恋怎么能是花木兰呢？花木兰生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，我得晚个好多年呢。南哥在哪？南哥在给我们发消息，刚睡醒了，他应该是。嗯。可以给宇航打个电话了，我觉得他应该也还在睡。嗯。哦，那我给小娟打电话。行。你给宇航打。OK。你跟爱迪生同届，对，我跟爱迪生是同一届的。哎，你看这有信的就行。嗯，多真实的事情咋不信呢？真的是。就告诉你们了，当初他救他妈那镜子我给举的。没个骂街了啊，没个。这是我举的，救他妈的时候我举的。哎呀，不信，当初我潘周丹、爱迪生、单小菊、王九龙，我们举的。九男来了，为啥小辉比你还害怕？嗯，因为他知道他家地址。主要是南哥知道我的密码，可以卖我的号啊。对，哎，没骂街，我说了嘛，救他母亲的时候举的，我们给举的，所以说他老感谢我们了。救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去了道外头道街。我现在给小娟打电话。能直播打电话吗？不能直播打电话，我得用这个手机打电话。啊、他响了。
他拒绝了，他应该昨天没有上小区，不可能昨天有上小区，昨天肯定有上小区，我记得可清楚了，我说绝对有上小区。好了，我下了，拜拜。为什么可以举？为什么要举镜子，不可以举 LED？ 那属于勇吗？拜拜拜拜，晚安晚安晚安，都去睡吧都去睡吧。那个祝你们晚上梦见爱迪生啊，回见吧。谢谢你们，爱迪生爱你们，拜拜。梦到爱迪生的可以一起在梦里相遇。对对对对。那个可以聊爱迪生，回头看我。嗯。